将发现圣诞音乐会的记者会。那今天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都知道了音乐洗礼人心啊，能够去陶冶我们的气质。那我们彰化县长的卓国元卓县长呢，也非常的致力在这个音乐的教育本质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去年及今年度呢，成立了两个这个彰化县立青少年管弦乐团以及彰化县立儿童弦乐团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现在就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彰化县立儿童弦乐团的开场演出。谢谢我们的廖玉轩教授，谢谢您。